谢文化局，对，给新北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对，让我可以这样在这一次的这个高雄的这个地方，这么美丽的地方哈，就后天来台语讲，我大家听。首次获邀，真心没感到意外惊喜。歌王蔡小虎则是在今年还要再次的登台。说是新美的第一次跟小虎哥，然后也跟我们三位这个新生代的小朋友一起来表演，也希望说呢，这一次的表演能够碰出一些火花，可能对未来的一些演唱会有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元素出现。李千娜、黄文馨、江敏娟，高雄春天艺术节台语新势力登场，能够跟蔡小虎、曾新梅飙出什么样的火花，特别让人期待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台湾后。